嗨，大家好，我是炎亚纶。炎亚纶第一印象当然是来自于飞轮海男团，偶像明星。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打给我好吗？偶像歌手里面非常不简单。我来这边是要进行这个抽奶的环节，对不对？我看一下这个，哎，想自由算熟悉吧。上节目还可以喝好喝的经典有机奶，不错不错。那我带走啦。那我选想自由，就它了。大家好，我双思龙。之前知道王思龙，但我没有对他的太多的了解。苏龙在 QQ 音乐这，他算是三巨头的一个歌手嘛，就很多年轻人现在非常喜欢听他的歌。他有一种特殊的嗓子，辨识度很高。他以前是一个网络歌手，现在是一个比较合格的一位唱作人了。你好，你好，你好，汪老师。哎，对，你选了想自由吗？对啊，我很喜欢。那你想自由吗？当然想。我觉得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摄影棚给逃出去。你不录了。两位飞行音乐合伙人，你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你们将会选择哪一位音乐合伙人？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选。它分子是不是不太一样的？反正我最后一部分是这样的。是这个吗？彼此真的没有合作过，怎么样去磨合？压力更多是期待。来到这个舞台，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多唱点歌了。当然希望可以唱多一点歌。唱响天赐金曲，唱响有机生活，让我们进入经典唱响时刻。让我们有请汪苏泷、炎亚纶为我们演唱《想自由》。
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欢迎杨亚伦，欢迎王思龙，欢迎你们来到经典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很厉害。第一期第一首歌上来，两位嘉宾都是这么有人气，然后有这么多代表作的人啊。但是你们是第一组啊，第一组我觉得也特别的重要，就站在这个舞台上，那个调子起得有多高，也代表着这个节目接下去它的一个对于音乐的水准的要求。特别是汪苏泷啊，我觉得这些年就一直看着他迅速的飞快的成长，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大将之风。然后炎亚纶今天的唱上面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啊，然后包括 pitch 的不准啊，没有让我感觉是百分百的 ready 好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就是说在这里我想先定一个调性，这个调性就是说，哎，我想来找最专业的人。但是我就要说了， Live 为什么它有魅力啊，没有人想看完美的演出啊，真的。所有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啊，那个瑕疵啊，那个忘词，那个稍微音不准，可是非常的有感情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演出啊，那就放 CD 就好了，大家在家里面听的。重点是他马上就救回来了。对，谢谢谢谢老师。其实以前小龙在我心里并不是一个啊唱将型的歌手，但是今天我不得不说，通过你跟亚伦的一个配合，我突然发现你的演唱实力还是挺雄厚的。我觉得汪苏泷不只是天赐的声音，那今天这个表演我觉得是需要极强的功力，非常棒。我跟苏泷都是在北京啊，我很理解他，他一直在走出过去每个人给他戴着有色眼镜定的那个标签。其实这个东西一开始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被标签的一个时候，然后我现在已经其实没有很在乎这个事情了，可能有些人永远会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你，但是我觉得我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认为对的事情。龙龙从容了，加油。关于标签这件事情，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定义一个人的时候会把他身上最具有特色分数最高的这件事情拿来当成第一印象。对，我特别能感受这件事情，就好比去年2019年的时候去参加演员的一个节目，也是很努力的希望让不愿意看我的人，我让你看一下，我是认真的想要做的，我不是拥有一个外表我就要来骗饭吃这样子。就像在座的每一位对于音乐的热忱，我想虽然我不敢说我一定比你们好比你们多，但是我在我能力的范围里面，我已经是尽百分之百的力量去突破自己的。对，所以对一些长得是吧，我们出道的时候比较具有偶像气质的人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吧。当我们的歌唱实力可能要到达105分，大家才愿意承认你也是一个会唱歌的偶像。哎，我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些烦恼呢？就是说，哎呀，原来偶像有这么多的烦恼啊！好，那到现在也没看出来他们俩是奔谁来的。他们俩首选的合伙人是哪一位？好，飞行合伙人炎亚纶和汪苏泷，你们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张韶涵。哇！没想到哎，哦，张韶涵。是因为我也是偶像吗？我有一大部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你有跟我类似的经验，我希望可以在你身上可以找到一个心态这一方面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突破它。我觉得你是五位老师里面长得最漂亮的。你也是看颜值的对吧？那个 Angela 是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其实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在很多年前我签了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她是我的师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他，然后很想帮他写歌。对，然后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没有合作上。还没有。出道20年还能被人叫师妹的感觉真好。就是我改编了你的一首歌，就是《欧若拉》。哇哦！为什么弹到黑色的钢琴那边去了？爱是一道光，如此的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光，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可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的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激圈，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你的眼光。这个这招有点出其不意啊，早知道就再改编的抒情一点好了。最后一句就是你的眼光，其实还是蛮对啊，你的眼光蛮浪漫的。好，我们先请两个人首选的音乐合伙人来做个决定。我期待在这个节目找到可以跟我创造一些火花，要不是内心上的这种共鸣，又或者是音乐上的这种共鸣。韶涵，我好了。好了，来，把 CD 交给我。我好紧张。悄悄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公布一下另外三位合伙人是否有抢人的计划。请公布。有抢人，汪苏泷。谢谢苏泷老师。王力宏老师。汪苏泷。谢谢王力宏老师。胡彦斌老师，看你抢不抢人哈。哇，汪苏泷真的是很受欢迎哎。谢谢。哇，这样一来呢，汪苏泷呢就成为我们首个被三组合伙人争抢的歌手了。祝贺龙龙，这是几位音乐人对你最大的褒奖。你现在呢有一个优选的机会，而且另外抢你的合伙人真的也非常优秀哎，也真的很难得有机会跟他们合作一次哎。这个苏龙，我就觉得下一轮是一个合唱的环节，那我就觉得我有一首歌在口袋里面，我觉得很适合咱们俩合唱的。因为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想来找一些专业的歌手，他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不管是从演唱还是到他的表演，我都觉得非常的好。那么问题来了，汪苏泷到底要不要选择他们其中的某一位音乐人呢？我觉得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多留下一首作品，一定是我最想要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但是，我就知道，前面讲的好话都不是好话。对，但是我这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一开始选了，我觉得就选到底，就是 Angela。对。但是韶涵选的是谁，这个才是关键嘛。那我们要现在公布我们的音乐合伙人张韶涵到底在下半场跟哪一位大才子合作呢？这个选择真的像我们的经典有机奶一样有分量啊。3 2 1
伦。谢谢，汪苏泷，太可惜了，安慰一下，安慰一下。谢谢你，非常非常纠结，因为两位都非常的棒，但是你刚刚说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其实很像被贴标签，然后最后希望可以撕掉那个标签，甚至你开始学了创作。现在我的这个阶段我也是这样子，我希望我可以唱出更不一样的作品，我希望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是一个新的角度，所以我期待我们的合作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要恭喜炎亚纶和 Angela 能够搭档成功，但是的的确确也为了苏泷的这个结局呢倍感遗憾哈，太遗憾了。我建议吧，就现场咱们因为没有任何排练嘛，即兴的就在这先现场合作一下，是唱个 Angela 的这个代表作呀，这样的话也算是合作一场。那个好吧，这我是钟声心里哦，遗失的美好，好，遗失的美好，来找一个合适的调来。为什么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的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汪苏泷一直在进步，我觉得这是现在的所有的年轻的音乐人和年轻的 idol 我非常应该去学习的，并且是值得我们这个圈里的所有的从业者去研究的一个案例。说到亚伦，因为对我来说可以跟各个不同的跨界的艺人们一起合作的时候，这时候我可以看到这个节目是更丰富的，它甚至有更多的可塑性。其实汪苏泷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不管是他的音乐的作品也好，他自己的创作，我觉得这个部分都让我陷入一种很难抉择的一个状态。你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这么的精彩，我相信观众在看到的时候肯定会喜欢，也许这个离开不是离开，也许这个离开是下一次你还会再回来，所以还是蛮期待的。